本来就是连着高铁下来的一个南岸，在南港呢，我们有国家设计研究园区，但是要发展新药、新疫苗，还有新的诊断试剂，所以在中研院的南港设计园区，我们未来能够有60家沙拉康的什么新创公司的这个育成的中心在那个地方。那另外当然就是健保啊，还有呢公立医院怎么样来啊迅速的采用这一些。我们国内也花了很精彩的这个产品，那政府也在推动南向政策，马来西亚、印尼啊、还有啊越南、泰国啊、菲律宾，都是我们在推动我们这些生技医材最好的地方，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东方人，都有它相当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身材或者是身体的结构，那所以我们推动出来一定会很好。这一些各位的建议都能够一一的落实，让我们设计医药产业